司马懿的连招技巧为三普攻、二普攻、一普攻，三技能突进到敌人身边，接二技能限制敌人使用技能，然后使用一技能追击敌人，使用技能的同时利用强化普攻打出伤害。司马懿的技能位移多且伤害爆炸，而合理使用能量就成了玩好这个英雄的关键。被动效果可以定位到脆皮法系英雄并进行定向打击，团战前保证自身有一套技能的能量储备，以免出现无法释放技能的尴尬。